喜羊羊他们三只小羊在冰川里被灰太狼追捕，幸好得到老朋友巨鲨里奥的帮助，终于把灰太狼打进冰河里。可是三只羊也因此被困于孤零零的冰岛，漂浮在冰冷的海面上，就这样漂了整整一夜。《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大作战》第30集。吃新鲜的青草。哎，你吵也没用。懒羊羊，我们上哪儿去找吃的给你呀？你还饿不饿？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连草也不找一个，我不行啦！动摇动摇，请回答！动摇动摇，请回答！听到吗？喜羊羊，大事不好了，潇洒哥和蛋蛋失踪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能不能马上赶过来？他们可能有危险。村长，我们现在更危险啊！我们不能够再让村长担心了。可是我真的觉得天使在天堂召唤我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能回去的。是巨鲨雷欧啊！这是只小企鹅呀。就是他们。你要干什么？真刺激！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刚才那个怎么那么眼熟？大家小心！其实我们对你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请你们帮一下忙。叫我们帮忙？那边就是我们的村庄，请跟我来吧。你们总是欺负我，竟然让我背这样一个大包袱。这是锻炼。这不就轻便多了？我觉得我们企鹅应该是白色的，看我们的肚皮全都是白色。不对，是黑色的，看。赞成白色的请举手。赞成黑色的举手。小企鹅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他们两位是我们的族长。我们多了一票，所以我们是黑色的。小企鹅，你回来了，你认为呢？我多了一票，和局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企鹅就是黑色的。那你们来评评理，我们应该是什么颜色？你们说。你们是黑的和白的。什么？喜羊羊，你说话小心点。其实黑色和白色都是美丽的颜色，是善良的颜色，有什么好争的呢？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。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是什么颜色，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们企鹅村的贵宾了。谢谢你们，太谢谢你们了。
了什么事情这么着急？我们今天还要赶着去北方沙漠去救我们的朋友。先救救我们吧，神像降临到我们的村庄了。啊，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要睡觉。神像是孩子与我们的吉祥之物，所以应该摆放在面向太阳的右边街道，对不对呀？我们一致认为应该放在村庄的左边。赞成放在右边的请举手。赞成放在左边的举手。又来了，我们还是先撤了吧。哎，是啊，村长和美羊羊还等着我们呢，走吧。报告，50-50。贵宾留步。远方的贵宾们，今天特意请你们再来给我们评评理。可是我们有急事要离开。啊，怎么了？你们走不了了。你们看。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呀？哒哒。你们说是不是放左边？你看你说话多粗鲁，贵宾一定支持我们皇派，冰箱放在右边。右边。左边。右边。右边。左边。脑袋就。我看呢，这只是一块冰块，要不打烂它算了。打烂神像吗？万一受到诅咒呢？没关系的，一定没事的。不过呢，你们必须要先把行李还给我们。嗯，你放心好了。喜羊羊、沸羊羊，加油！哎，嘿！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真的是吉祥物。No, 什么吉祥物啊？我是你们的神。刚才我好像看到了亲爱的小肥羊们，把他们给我找回来，我要好好的多谢一下他们。是。亲爱的三位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亲爱的小肥羊们，你们还是逃不脱本大王的嘴巴呀。等一下。他们终于良心发现来救我们了。干什么？你们敢违抗本大王吗？我们答应了要还给贵宾行李的。什么破东西呀？企鹅伯伯，企鹅爷爷，这个是坏蛋，不是你们的神。是呀，我们该想想把羊羊他们救出来。可是我们只答应送还行李，没有答应救你们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救他们。不该救。该救。不该救。我们划拳决定。
来吧。石头剪子布，石头剪子布，你们就慢慢决定吧。石头剪子布，本大王就不客气了。灰太狼，灰太狼，谁呀？哪个臭小子敢打扰本大王？敢叫本大王是臭小子，你不想活了吗？对不起，大王，你有什么指示？我这边有急事，马上给我回来。现在吗？对。可是我也有急事啊，而且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恐怕回不去了，大王。没关系，我帮你。哎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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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